勾好不好、啊？我有勾是不是？那应该不是我吧？期望明道龙二日本料理，哦，台中的啦、啊。第二十一名是可以的，可以啦。我看一下推荐函，来我看一下找什么。你一定不会选的。哦，我没有选他，他还分版。就是一线已经画过重点，他都有画一下。那第几名？曾国碧莲。第一名哎、欸，第一名，压力太大了。他们应该不会来吧？他每学期都是第一或第二，很棒，有去的创客。乖孩子，那我看一下，这样你可能有选他哦，三十。我好像有选他。第一名要来我们这边哦。我们选他，因为功课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可能是没有，这个可能比较严肃，但是这个才是真正的他。嗯、这看起来蛮可爱的。啊，多一，天哪、啊，八九五，好厉害哟、哦！满分九百，对啊，八九五。那打勾，那选他了，而且他是前四名，被写的这么好，重点还用这个，应该很会整理报告。哎、欸，人家念英文小说，英文原文小说、欸，哎，这么大材小用要过来，哎、欸，它也太厚了吧！天哪，我没有勾哎、欸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他写他，我要补一下。天哪，太多了，有点太不环保了。小五运动会也要拿出来。太多了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他的那个，他有什么推荐信哦？啊，零五零，看一下他的成绩哦，就中后，哎、欸，这没有推荐信啊，这不行啊，没有推荐信就是直接不要了。天哪，你看这个自传，一看就是不行啦，这个那么密，谁要看？你看，他写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变的是我对物质的热忱，还想服务别人的心。诊所虽然治疗偏向仪器设备，不过也更专精于绑腰的位置，还有颈椎牵引的。大姐，等一下，一定要看。我本来觉得他不 OK， 你知道，我到后面就觉得，哎、欸，他好像也不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还蛮多才多艺的耶，你看他会拉小提琴，然后还会打篮球，真的没有，好像也还不动静皆可。可是他这个写太烂了啦，他这个没有单，他这个太腻了，很不好看。没关系啊，他是写出什么？之前也听说过其他学长姐说，然后嘞，他都没有句号哎。好好学习啊！而且他这个，
为什么一下没有间距，一下要双行间距？拿一块饼干就是保鲜。不行啦，那做报告一定有问题。不要，这还好啦。少推荐啊，我这个自己有事。双胞胎的张力，双胞胎的张力。我就想要知道他的双胞胎，他的二妹、三妹是做什么？第九名，人家不错呢。没有的缘啊，还是我有勾位没有推荐函？好，不是他推，哦，在这里啦。就是太官腔了，没有什么特别。